各位大哥大姐们，你们要点歌吗？大哥，你要点歌吗？你这个出题是会唱歌吗？会会会唱歌。给我来一首《北漂》。好，会唱。唱好了给你一本，把我唱出了给你两本。好，一盒《北漂》送给大家。这块土地上，遥望着远方，思念着家乡，自产阶级生活腐蚀了我，使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上，离开了亲人，告别了爹和娘，怀着那悔恨，我走向了远方。美好的年华，我失去自由，心中充满痛苦和忧伤。生活呀，我一定回到你的身旁。为了那逝去的美好年华，我要重新发出我的光。朋友们，晚上好。20多岁，我没有工作。谁家的姑娘的又肯嫁给我，看见了有钱人可吃吃喝喝，我这没钱还往别人的兜里摸。